经落咗成两个礼拜雨啦。唉，台北最唔好就系呢个地方，你睇落雨落到黐线噶。咖啡系必须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暴力，今日咧系一个鳩一片的時間啦，佢哋上一次鳩一片的發布已經是都成個月嘅之前噶啦，因為咧我發現如果我係真係再 keep 住好似上一次咁樣去做一個鳩一片咧，要自己打曬稿啦，其實係同我做評測一鳩貓嘅，咁所以我都係決定咧，算啦，唔好搞咁多嘢啦，諗到啲咩嘢，嗰一日發生啲咩事想講嘅。就講咁先係為之膠片噶嘛，搞咁多嘢做乜鬼啊？啱唔啱先？其實主要係因為咧啲 view 數實在跌得太勁啦，所以冇辦法一定要做一做呢啲嘢。咁啊，唔好講咁多廢話啦。大家睇咗我同虎記合作嘅嗰條片未啊？就前陣子我跟那個虎記商行的老闆有合作拍影片嘛，我不知道大家有看了沒有？好不好？就如果還沒看的朋友，請你們去看。未睇嘅朋友記得去睇，睇過嘅話。唔緊要，我哋睇呢一集 ，OK？ 咁啊，前幾日咧，我收到一封好開心嘅信啦。其實好似都唔係前幾日，係上個禮拜嘅事嚟。唉，個人都個頭昏腦脹啦，已經。咁啊，係啲咩事呢？首先咧，如果你睇到呢條影片嘅主題，你應該知道啦。好多謝台北市政府，非常感謝台北市政府，很感謝台灣政府在防疫這個關口做得非常的好，而且除了在防疫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之外，诶，点解无啦讲国语嘅？除了在防疫呢样嘢做得很好之外咧，台湾，佢哋对于防疫之中的一啲措施的补助都做得非常之好。大家都知道啦，我在隔离完毕的时候，我有跟大家讲，其实台北市政府咧系有防疫酒店的居住的补助嘅，一日咧系有1000蚊台币嘅。大家唔好睇少呢1000蚊台币啊！OK， 好緊火噶呢1000蚊台幣，你隔離講緊係要住15日，你完咗之後咧，佢會補貼翻幾多錢俾你啊？總共係15000蚊台幣俾你噶，即係雖然係幾千蚊嘅錢，但係喂，呢個世界唔係必然噶嘛。但係一個國家，佢可以係喺你係外籍人士嘅情況之下，你嚟台灣，你要防疫，你要隔離，佢每一日都貼你1000蚊台幣。喂，呢件事係幾唔～幾唔容易嘅事啊！你宏觀其他地方有冇咧？嗱，其他國家有冇我唔知，起碼香港係冇。都唔好講話你喺住防疫酒店嘅時候，佢俾咗幾多物資你，佢有幾關心你，每一日都有個叔叔打電話嚟問我嘅情況係點樣，各樣嘢啦。即係唔好諗，唔好諗呢啲嘢，唔好講呢啲嘢啦。又俾探熱針啦，又俾杯麵啦，又俾麥片啦。即係大家如果有睇我之前防疫酒店嗰條片咧，我喺度放翻啦，大家都會睇得到嘅，大家都會知道嘅。即係台灣嘅政府，我 claim 呢樣嘢做人性啦，有人性啦。作為一個香港人，作為一個外籍嘅人士，嚟到一個陌生嘅國度，即係對於我嚟講唔陌生啦。對於即係大多嚟一個難聽啲講句，你什麼都不是的地方，你不是他的人民，你不是他的國民，但係佢都當你係自己國民咁樣去招待咧，呢樣嘢係需要感恩嘅。亦都因為呢1000蚊一日嘅補助係真真正正係嚟自各位台灣的觀眾，你們所繳的税所得來的補助，所以很感謝你們，非常感謝你們，因為我非常的了解，非常的知道。係啊，你也知道對不對，妹妹嚟，上嚟。係啦，同大家講聲多謝先。係啦，多謝各位，謝謝各位台灣的朋友。是谢谢各位台湾的观众，是因为你们缴税，我们才可以有这样子的补助，多多少少补助妹妹的罐罐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走。系啦，咁啊，我前一日咧就系收到一封咁样嘅信啦。咦，我遮住我嘅个人资料先。系啦，呢一封咧就系台北市政府寄俾我嘅信嚟嘅。咁约略系讲啲咩咧？大家睇到标题咧就系写住防疫补助乜嘢核定嘅通知书啦，即系话俾你知咧，你嘅补偿咧，你嘅补助咧已经系批核咗啦。咁同時間咧，我收到呢封信之前咧，其實我嘅户口咧已經係收到呢10000蚊嘅補助嘅價錢㗎啦，即係呢個 amount 㗎啦，好 amazing 啊！呢件事你明唔明啊？尤其是而家係2022年2月23日，香港係講緊每一日情況都越嚟越糟糕。我唔係講緊嗰個疫情爆發得幾糟糕，而係講緊呢一個政府對於防疫呢一件事嘅做法嘅思想係幾咁糟糕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我已經唔係講緊話爆疫情，我好擔心我朋友家人會中
佢哋嘅身體有任何問題，我都未係擔心緊呢樣嘢，我係擔心緊佢哋嘅生活、佢哋嘅心理質素、佢哋嘅心情係有幾大影響嘅。嗱，你唔好再咬我啦嚇。佢哋嘅心情係有幾大影響呢樣嘢，我係幾擔心嘅。我覺得每一位在疫情期間來到台灣這個國家的所有，無論你是香港人也好，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人也好，都真的要感恩這個地方。他們在防疫方面你真的無可置疑，他們真的做得非常之好，無論是措施方面或者是各樣的幫助方面都非常之好，真的台灣真的好東西。好啦，那我們講了這麼多感謝的說話，我們都講一些實際的說話。到底這個，其實之前有些觀眾問的，喂，到底這個補助你怎樣申請的呢？其實很簡單的，我都是上網 Google看的，所以大家都可以在 Google 啦，你隨便打一個防疫旅館空格台北市補助咁樣咧，你已經有曬所有嘅資料，你要遞交啲咩資料都一目了然噶啦。咁但係 in case 咧，你係未 book 防疫酒店或者你未住防疫酒店之前，你睇到呢條片咧，你記得千萬一定要記得咧，同你嘅酒店去拎呢一個嘅證明，呢、這個就係叫做住宿證明。這一張東西就是需要在之後你申請防疫補助的時候要 upload 給他們一張文件來的，是告訴人知你是真的在這個地方住過，然後並且你需要將你譬如你 online booking 的付費的證明，即是 invoice 或者是收據等等，你要再 download 下來，然後到時是一次過要 upload 去台北市政府的一個網路的系統的，那就已經是搞定的了。大家記得，如果你想早一點可以拿到這筆補償，我不知道會是早多少，因為我都是隔離一次嘛。如果你有郵局的帳戶的話，即是中華郵政的銀行帳戶的話，你就用郵局的帳戶是最好的，這個是最快的。我不知道，因為它是國家的機構還是怎樣，所以它是會快一點的。你大家想想，我11月3號隔離完畢，我大概過了一個零兩個禮拜之後呢，我就申請補助了，即是你當我是11月中去補助了。現在是2月尾嘛，我是2月中到呢就拎到這15,000的補助的，所以的時間呢是間隔了大概3至4個月左右就拎到這筆錢了，亦都是符合各位網民呢在網上講的那個 average 的時間的，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是都挺準確。還有 我覺得你這15,000你不是等著開飯的嘛，基本上，所以你就算是我覺得要等半年都無所謂的一件事來的，怎樣都好啦，他們那個方式是很快速啦，總之你就在網絡系統那裡，然後打完所有的資料，打完你銀行的帳戶，所有東西自動幫你搞定了。一個外籍人士初次入台啦，即是叫做初次入台啦，在疫情的期間你都有補助啦。其實現在一路呢，每一天呢我打開 LINE 呢，因為台灣人喜歡用 LINE 嘛，每一天都是在看爆了多少單，然後政府的所有的一些措施怎樣再加辣。你看看，真的我今天起身打開 LINE 呢，就是看到天水圍要納入強檢多棟公屋，我即刻個人是醒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因為天水圍嘛，我就即刻 click 進去看有沒有包括我爹地媽咪住的地方呢。那咦，撲街，看到是那條村，但是不是那棟樓。即是 你明白嗎？即是雖然有些朋友 send 啲 message 嚟話我哋好在你走得快啊，而家點點點巴巴巴，然之後我再 forward 俾其他朋友去，誒都唔關你事啦，而家咁樣，即係我覺得唔係唔關我事嘅，因為我都會好擔心喺香港嘅屋企人啦，喺香港嘅朋友啦，即係你面對一啲咁無稽、咁戇鳩嘅措施嘅時候，你係會個人係好撚懵嘅，即係譬如你堂食得晚市 only， 即係點解你係淨係咁晚市呢？我將呢件事同台灣嘅朋友講，我話我們就是內用不能內用，但就是晚上不能內用，佢哋都呆撚咗噶，他們完全傻眼，你知道嗎？為什麼是晚上？我就問佢哋：咦，你哋之前唔係都有禁堂食咩？即係唔俾喺餐廳入邊食咩？他們就說：對啊，但就是一整天都不可以啊，為什麼只是晚上不可以？你明唔明嗰種無稽嘅理由係？其實無論是什麼人聽到都會覺得很無稽的。唉，強檢那些我都不要再講那麼多東西了，即是你要逼埋咁撚多人在同一個地方，冇都變有啦，呢啲嘢即係大家都已經知道是幾戇鳩的事，我就無謂再講。所以我就想同大家講，我而家在台灣我是很幸福，即係尤其是疫情的期間真的很幸福，幸福之中都真的非常擔心在香港的各位。我都知道大家應該在呢段時間都冇乜心機去看任何娛樂性啊，或者一些開箱啲嘅影片。香港而家個情況咁差，
開乜鳩嘢箱啦。希望大家要好好咁保重身體，因為我身邊都見到有幾個朋友，連埋佢哋嘅小朋友都中咗招，係好擔心嘅一件事嚟嘅。政府真係好撚廢，所以大家只能夠自救，大家要好好保重自己身體，好好咁保護自己。今日呢條影片興奮開心分享之餘，都伴隨住好多嘅擔心，希望大家喺香港可以自己盡力保護自己，呢樣係最重要嘅。今集就咁多，咁我哋下集鳩噏再見啦！各位香港嘅朋友，好好保重。然後我也再次謝謝在台灣的各位觀眾，因為這個補助都是從你們的血汗錢來的，謝謝你們。好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中意呢條片記得 like and share，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， 隔離嘅鐘仔暴暴力咁撳佢，並且將通知 set 做全部我身邊發布，你先第一時間知道嘅。順手可以 follow 埋 Instagram， 因為 Instagram 上面都有好多我台灣嘅生活點滴啦，或者一啲屌鳩政府嘅嘢啦，我喺 Instagram 透過 story 嘅方式同大家分享嘅。就咁多，下集再見，保重各位，拜拜。